疾跑，他说错了，这个相位。就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问的这个人正好是我呢？这啊，我想问问他有没有粉丝牌。直播间，这刀妹不在直播间跟我搞节目效果。这为什么？哎，最近这个大师局一直能有很多人认出我来，搞不懂。是因为直播间人均大师王者嘛，所以每次都直播间大师的水友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那每次抽到的号全是这种号，搞得最近，妈随便换一个号老是能这样。先是从符文认出我，后来是用异闪认出我，异闪认出我是最多的。灵魂出窍，兄弟，我的建议是赶紧走，有人去了，有人去了，我去不了，兄弟，线太多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废话，哪个不比你分高？好霸道！我原以为我是最高分男刀，兄弟们，直播间全比我高吗？什么？也是也是，兄弟们可以加一下 QQ 粉丝群啊，970617，群里全是这些大师王者，主播之其中这个派出来的一个代表，真正的高手都在群里呢。直播间有妹妹的也可以加一下，好吧？那开黑，我操，那环境那还得了？一群大师王者在那深刻的讨论。就以我每天上电视抽到的号把把大师，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吧。我只是没有限定啊，我要是限制能打宗师王者的全都是，因为过去一年里我就是宗师王者抽到也打，把把打王者号。最近只是把这个段位限制带大师，所以都是大师。哎呦，谢爱意神明送的10张超粉卡。哎，我操，这优势这么大吗，兄弟们？我是不是也得展开行动了呀？打龙？没有果实啊，打完龙我得避。这打的是网通二区德玛西亚小韩服的一个大师。小韩服到底是实力强还是卡呀？有好几个版本，说实话。又是一句阴沟语誓。没有果实，那我得闭了呀。这波帮他打小龙，团队是有了，我有点亏。要不再吃一波，买两把常见的钱再出来吗？有没有你可能你抽到的号都是带电冲击的？
芒果鱼也遇到过，哎，那都是无所谓。主播大师以上都是尽力打，要是我杀几十个还赢不了那种，一般我都直接撤了，已经尽力了。如果没打好，主播会继续再补一把，这倒无所谓，兄弟们。就算真是，那也当给兄弟们发的福利了，对吧？赢了这观众赚钱，这倒无所谓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操，什么伤害？进去扛一下他，进去扛一下他。W 闪转 A， 他扛我们输出，配合要好。我的彪哥，刀锋就是刺客信条，刚才投票最低呀。少数服从多数。被遇见反超啊，超麻了。操，我从开播那个时间段，兄弟们，妈刚刚开直播，去年六月份那个时候我开播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别的直播间是给那些对吧观众发福利的，我们是给打手发福利的，因为我抽号没有限制啊，妈各种千分号，真很多那种就是接着单子中奖了发过来啊。早就知道了这个，因为不可能把把有千分呀，有的还发前十第一的号过来，我当时都打了，打了一年，最近确实环境导致只能大师了。密室，这把挺质量啊，至少对队友来说的话，我队友好像都还挺会玩。来来来来，推塔推塔。哎呦，你怎么？我开个闪。就你们可以不用管包不包赢，你们知道吧？你能看，就是你就要知道一件事，主播打王者局打了一年，我如果打他有问题，兄弟们，我可能就一个星期一天我都撑不下去。我按那个发福利发了一年，过程可想而知吧。现在我是真不敢包赢，全运气游戏。只能说尽力的。现在我来我也不行。来来来，大陆打起来了，大招刮死，一平 A 翻过去，近战 QA 收下人头，舒服。
我记得你刚开播的时候，一二三四都是全是你的哈，差不多嘛。速战速决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真不行，兄弟们。现在谁来，现在谁来谁都不行。隔壁对吧？咱们隔壁风格，大师都不打了。我现在能给你们打大师局，我真尽力了，兄弟们。翻走，多用这个翻墙，翻墙细节好一点是可以随便跑的。在咱们直播间看久了，你可以看我各种极限逃生，穿上草鞋，飞一般的感觉。土花子，我最近也在考虑，兄弟们。最近我也在考虑，该不该把大师也调一下呢？什么段位？这个网二的大师局好像也是高升级，不太确定，我一会儿看看。风哥是谁？北风呀！我俩同一个公会的，我说的风哥还能是谁？去围一出技能，大表啊，触发相位，展现一个平原二段啊，光。无处可藏。德玛西亚，确实小韩服呀，兄弟们，人厉害，我确实，我可以承认，兄弟们，人是挺厉害的，但是那个卡确实也，这个说法也挺符合。我操，兄弟们，我这个聘我就打得好像有人拽着我另一只手，我单手在操作。有打韩服那味道了，就这个聘的话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好多操作都操作不了。就几个说法都合理，兄弟们。有的说法是德玛现在是全是小单，有的说法是跟韩服一样卡，所以叫小韩服。我觉得各占5%，啊，各占50%。德玛西亚是哪个地区啊？地区也有关系吧。像我是广东的，对吧？我打艾欧尼亚九的拼多一点，11、12。我不知道哪个地区打德玛西亚会卡流畅而已。山东吗？我操，那
张东是北方的吧？那也太难受了。无处可藏。我跟网通无缘啊。谢爱意神明送的两张超粉卡，能给猫打扮了不？哎，被沉默不一不进入 CD 啊，只有被控才有是吗？我以为沉默也可以呢。要不团一手，我怎么感觉好难团啊，对吧？没有前排，我操！我操，石头人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11:30，早点睡觉呀，没睡醒玩什么游戏啊，石头人。我为对面打抱不平，兄弟们。还有刀妹，傻傻笨笨憨憨呆呆，大可不必吧。就都说的这么明白。这石头人我看呆了，兄弟们。这大招没睡醒啊，快拆快拆快拆，兄弟走。呆妹不是这个刀妹，兄弟们，傻傻笨笨憨憨呆呆呆一手，石头人以牙还牙回击一手，视觉盛宴，这波感觉发抖音，我操！直接这门，标题就是卧龙凤主，太秀了！礼尚往来吗？礼尚往来也还差不多。但我感觉卧龙凤雏更贴切一点。要来个词语形容他们这一波。哎呦，这永恩不会带只猫一会儿杀起来了吧？感觉阵容比对面差多了呀，只是优势。有的阵容劣势，阵容优势，团队劣势也能打赢。感觉他们就是那一种，打赢一波团应该赢。得小心一点，危险危险。哎，一出他大招怎么说？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打死。下路先锋在推，怎么说？我们得抓紧了呀！ Nice 啊！我操， Nice 啊！ Nice 啊！该点了，兄弟们，上票！什么？什么？这么舒服。大龙啊大龙啊大龙啊，不大龙吗？大龙啊，哎呀，格局小了呀，这大龙现在还打个锤子呢，撤了呗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早不打，全复活了呀哥，哎，我直接拿命换，人家想抢龙，给他留住，大不了啊，去围。我这波死了，干啥？你这波死就是他们害的，兄弟，早
早打早走了。你看，我们拖了起码十秒钟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我们拖了十秒还能打完。你说一开始就来，不就早就毙了吗？思想出问题了，有自知之明就行，兄弟。这个，那没事。我就是。就觉得有的人就没有自知之明，你们知道吧？错了，他也要嘴硬，这个的话能接受，说实话。无伤大雅，我原谅你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这把也就我最稳，他们这个大人头好像都丢光了呀。这把什么东西？这把王二的大师呀，黄金排金不早结束了，弹幕在说啥呢？完美团战，撤吧。要不撤了，哎呦，动不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就说嘛，这把阵容比对面差。这么大劣势都能打一团啊！我从不妥协，这一下动不了。得杀永恩，永恩皎月，新石刀没？神分乌迪尔，相位难道？啊，相位难道没问题？说错了，咋的？我们奇葩交流会啊，这是。都是开发流，哈哈。我觉得得抓个单，逼个石头人大招之类的。但这种状况很难说什么，感觉他们现在也不会分开了，打团真厉害。我说什么，前面那些能赢的团都是对面有点下饭，我就说打一部好团能赢。这是要出啥呢？蓝盾吗？只有傻瓜才会为哦，这把原因就是没有前排，我们都是脆皮，对面全是开团，开到谁就是谁死。有前排能扛的话还行，问题的所在就是没有前排，全是脆皮。来死，躲一下，躲位大刀。展现一个平 A， 思路要清晰。来，你石头人，啊！我当辅助得了呗，全是 K 头关，一波团五个人是吗？我都摸到了，就拿一个头。